赶快调养好哦，生下可爱的宝宝哦，感情变好了哦，怀孕就怀孕吧。我来看一下怎么了，妈妈，哎、欸，这好恐怖哦，怎么猫头跟身体好像不太协调？哦，把它抱起来吗？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我很灵活的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抓抓。因为在救猫比较没办法跟它相处，怎么啦？我洗完澡都会摸它摸很久。准备秘密武器，它其实已经变撒娇猫了，但是呢还是放不开。哇！等下用个两小包好了，一包给咪咪，一包给渣渣。变成渣渣面。看我们还少一个酱酱，一起吃哦，感觉变好了哦，你们两个。胖虎，你已经很伤了呢。嗨起来，嗨起来。小心小心小心，糟了，他本来就很喜欢这个箱子的，现在可能跟你不开了。好酷啊，你这个屁股啊，进去进去进去，嗨起来嗨起来，这样够不够啊？这个很纯哎哈，对啊，你不要疯了，疯了疯了，为了这个你攻击妈妈怎么办怎么办？臭你屁！我跟你讲个奇怪的话，逼的。啊哦哦哦，好嗨好嗨，哦好厉害好厉害，天哪、啊！阿虎凭着一点点的猫草，滚起来滚起来了，我好想给他更多、哦。嗨、哎，小心，嗨过头嗨过头，你怎么也嗨起来了？好可爱哦！听说爹爹跟大他现在是不离不弃，难分难舍，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一个阶段了。明天早上喂他吃最后一颗，然后晚上就带他回诊，检查他的口腔状况跟他的球虫状况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傻笑，猫咪其实他就跟人是一样的，他们是有感情的，不要看他这样子，在户外没人摸得到他呢。你想要偷渡，你还没有授权，你站起来也没有用，已经没有虫了再说。今天一样想办法让他吃多一点东西，我现在都帮他这样子盖住，让他好好的休息。一旦开始哈气出手，就要花很多时间了。没事，渣渣，他早上他会塔塔哎，来过来点的太远了啦，对我的腰不好。他早上有呼噜声呢，蹭黏黏，蹭头，好，你要不要趴下下？他不只会塔塔，他还会翘皮皮、翘高高。基本上猫咪愿意翘屁股，表示他已经不讨厌你了。皮皮翘高高，他也想要偷渡，还是不要怀孕的好啦。我还想要出去救众生呢、啊，你没事不要怀孕哦，哈，好不好？渣渣，赶快调养好哦，想要生下可爱的宝宝哦。哎，我已经放弃挣扎了，怀孕就怀孕吧，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哦，你的尾巴好炸哦，就像101一样的烟火，所以叫你炸炸。来来来来，整个脸给我捏捏，摸摸下巴巴。还没还没还没吃，你要放松一点才吃得下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来趴下去。抓巴马铃薯超能主食罐，先看他这样吃不吃，不吃我再来用绝招。对，直接吃起来。哦，你好棒哦，放松之后再吃啊，不然的话早上我放着之后他不敢吃。他如果是健康的话，我超想把它包到我的身体的。那我给你加点东西，有没有嗨起来的感觉？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大便，还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你幸福了。嘿，他可能还想吃，但是呢，加了猫草的罐罐，他好像不喜欢。你这个小公举，想要人喂是不是？当你一辈子的公主吧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怎么来第一天就想要出来了？我要挖沙沙了，我要挖沙沙了！你不要闹，你走开！不要来哟、哦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出来，你就会一直想要出来了。那边路已经被我封起来了，我用手挖沙了，不然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见过这一招？哦呦，这个是便便，健康的是健康的，你什么时候？变得我喜欢糖炒栗子铁砂掌，好好好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好可爱哟、哦，非常的相信人类了。有多饿啦？先来个摸，叫爸爸。好，叫上来，来爸爸摸摸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对待毛孩们，她是小公主，你是小胖子。所以